啊，这一千块钱较对准吼。对啊，准。无啊，但是露露的哦，露露的安尼无，露露的了后吼，哎，咱食个露露。刚刚才要来吃，刚刚刚刚要去倒。啊，往十八来十来再收好，或者往地上嘛，来去收好，拢会。你买个东西，你买个东西，西藏的秘方，我们对象哪也是，你当然模仿对象，对象哪也是，台湾，对吧？我们要八十、三十、六十一定会中，就这样每天这样做，把话传到外太空去，秘密就是教你这个方法而已。对，结果他这一对夫妻就是太太啊，就用这样的方法就中了。那有一个老师。引导引导，把我带在西，我南面就解脱。南面南面就双休。欢迎雪花冰皇苍天。每一日咱拢希望大家当幸福快乐，啊，不过吼，人讲天不从人愿，有时阵吼，人讲吼，人生吼，我八大苦对不？生老病死意外，啊，搁有即落什么爱别离怨憎对等，啊，搁有放不下个求不得，等下咱要求哦，互我中大奖，自从开始有迄落乐透吼，我头一集还买到即阵吼。头一期买到就唔捌钓过，啊！天公伯啊，当然是当一定少较艰苦的人钓啊，那有当互你的人好啊？我无一定呢。目前为止钓大奖的，到底是唔是因兜艰苦人？无得甲本来就足好个，啊，佫如何个？啊，唔知要安怎呢？我总想咱人一个希望，人活在世间有一个希望，啊，咱有一个目标来一直向前行。今日到底要讲的是甚物主题呢？现代人为了补运招财，各种奇招妙法通通出炉。有人吃食物补运，有人在家里摆设鱼缸、水晶洞、补地钱等，来增加磁场流通、改善风水。到底什么样的补运方法最有效？明星艺人们又靠什么小 paper 来广结人缘，开出朵朵桃花呢？前几天啊，吼，人讲哦，这世人哦，咱活到今吼，我五十外岁吼，头一摆拄到闰五月。为什么闰五月嫁出去的女儿要送猪脚回来？为什么？不是跟他闰五月，每一年的闰月，查某囝拢爱做这样的。啊，尤其闰五月特别要。闰什么月都要，有闰都爱都对。只要有闰都爱啦。那是嫁歹翁的吼，更加爱送。对啊，其实有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而且就是把你的迄个温甲换过去的。你怎么可以嫁祸给妈妈？不是嫁祸给妈妈，是问妈妈的福气。已经遐老啊，吼好歹已经定掉啊。伊看面线，你讲佮有苹果，如果较高嘞，恁新加坡佮加酱橘子。橘子，橘子拢是好的。观众朋友这边一定要很仔细，一定要做到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刚冰冰姐呢只讲了一半。您说可以给母亲天寿、父母亲天寿嘛？其实还有就是开财运，对，这一点很重要哦。他还可以让你们是给妈妈开财运，还是给我自己？就比方说，给送的还是给收的？比方说，冰冰也是我妈妈，啊，我嫁出去的女儿，我就给你猪脚面线，对不对？我们家都会赚钱哦，你送的也赚，我都会赚，为什么？因为本来猪脚面线就是去煤气的，是不是？那闰五月是一个很毒的月，这个等一下可以请。林老师来补充一下，很毒。那这时候你要替自己的父母去毒，那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，代表你也是孝顺的人，百善孝为先嘛。所以你当然也可以让你父母好运之外，自己也好运。我要问一下，先一个林正老师，为什么五月较冻？为什么？五月这个时阵哦，算讲虫拢已经大，拢已经大出来，所以有诶万毒拢出来。尤其是大尾大尾黑嘛，所以才有白蛇传嘛。对对对，所以。尤其闰五月，就等于是，迄个闰就等于是六月嘛。嘿，啊，过去内底有一个谚语讲，是吼，六月用毒过本事钱。啊，有讲过吼，六月用毒过本事钱。对，因为用财水，用财咱哦，无去掰开开，拢是安尼切开讲。啊，迄五期吼。那种水蛭招进鱼来的啊，原来是，原来很科学的，里面藏了一些虫啦，虫啦，哎，啊，所以你插的时候，我去，我插未死哦，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里面在给你连你的胃下下，啊，所以过去的人要定啊，食到硬菜拢怎啊，着水蛭、干蛭啊，哦，那我们以后要吃硬菜，是不是要把它切开？哎呀，我也懂得讲硬菜啦，我跟你讲，哎呀，还有啊。
所以说很重要，就是说要有一些补运的、补强的，那个喜欢比较吉利的东西，这样子。对啦，对啦。哦，像我这我得，因为我咧出门，难过啊，我就搞狗。我从头狗到脚，我规身狗了了了。你安那狗？想讲我若要要补运哦，我本身我家己对咱哦平常时啊食食物，咱会当狗啊。我属猴的嘛，我想狗。狗家你，狗啊！狗家补咧偌好咧，唔食狗无？我只只狗，你敢不知啊？我的幸运色的是白色，所以我尽量都穿白。然后呢？啊，你那在你上面幸运色上面颜色，拢看人一般报出来有在看呐。哎，啊，这有研究的啊，这爱去研究啊，佮食的物件，比方说柠檬对阮上高的是真好的。我每天早上呢都要喝一杯柠檬汁。啊，如果呢可以的话，像呢，因为我身体。柠檬对上高以后对别人歹吗？对，嘛不是啊，你旺盛补气，补气好啦。啊，各位，哎哎，那鸟食就翘起呢。啊，各位啦，各位要做蒜头、大蒜，大蒜对高辟邪、辟邪，啊，个对身体增强免疫力。啊，各位呢，像葱啊，什么呢？你真正有食大蒜？有啊。啊，我无品到味啊。不是，我跟你讲啊，这我等下吃大蒜蒜头精。哦。哎，然后。有时候会吃大蒜，像我有一种辣椒，它里面都会有加蒜头。哇，阿内我当下夹夹崩啊配夹啊，你就有吃到蒜啦，这样一样可以补运，可以补你的财运。像恁有咧拍牌的人，卡叔讲，若运气无好，歹势你家看运气好诶吼，衫诶衫少穿着，少一日啊困。对，咱咱咱把人穿咧衫咧，甲脱过来穿。你先甲咱讲，我会穿少一日衫来穿。不行啊，你四脚大家嘛想要赢你。甲赢迄个讲，下你衫少，我无啦。你讲你有衫无？真正少啊，我会寒。哎，这还你穿错的，啊，才错的，啊，才我现在真正外衫，你穿，你穿安尼费气，穿困衫。无衫嘛无要紧啊，无衫嘛无要紧。我上次啊，本来我一直赢啊，我就看他穿这样吼，很漂亮，太不舒服，我拿睡衣给他穿，一领呀，一领呀，一领呀，我一点输一点输。啊，你这也鬼转好啦。像兰姐就讲，你定咧拍麻将哦，伊送我一个迄个古意曲的，顶头叫一只和弦，迄也做马上赢。古意曲和弦怎么会马上赢？啊，都买电叫一只和弦，所以一定爱叫先叫一只买嘛。买，啊，一只和弦嘛，起来买顶头。对，啊，做马上马上赢。啊，阮朋友比我较厉害。哎呦，伊起码买，伊挂一个码头，顶头收一粒钻，伊也做马上赚。麻将啊，有一件很邪门。我有一次跟侯昌明还有陈子强，好，然后我们一起约打麻将。那因为我们都认为子强是骂咖嘛，所以我心里想说应该可以狠狠痛宰他。然后我就带，因为我有貔貅，小小的貔貅的有吹波卡车，那家的我打击爷爷啊。那我就底家底家招财，我比这个还小。这家貔貅哦，照讲哦，全世界是无这款的动物啦。啊，这吼。中国人就上高安尼甲想食的，讲这吼无尻川，无尻川，所以食落无尻川。哎，这个是玉皇大帝的九太子。对对对，啊，就是讲咱就上高安尼讲讲安尼。那结果我那时候想说，那就好好痛宰子强。哎呦，我就把我的貔貅放在口袋，因为很小，所以想说这样去。然后他们说貔貅一定要摸他屁股。就那一天呢，我跟子强打，然后我一开始没有很顺，我心想，哎，这不是骂咖呢，算后文呢，我就开始一直摸，没有用。反而是他接到傅天颖打来的电话之后，哇，他狂摸哎！为什么？为什么傅天颖？我觉得应该就是他跟他老婆引爆开吵，就慢。有的人是你打麻将的时候，另一半绝对不能打来，对，所以你会恨不得关机的。有的有些人，有些人等回来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多谢你哦，我多主帮啦，一通电话讲就赞你啦。啊对对对，啊那电话讲讲落啊，然后挂掉棒球，啊不是啊，拜拜两杯卡，就那时候天颖打来，哎呦，他就真的一直。哎呦！可是呢，我也不甘示弱，我火了，我就把我的貔貅拿出来，我就放在我那个牌前面，有屁股朝我，头就朝大家，朝大家，没有，刚好那个方向是朝侯昌明，真的，侯昌明就连放四道给我，哎呦，真的，阿姐，这我马上要来讲一下，其实阿姐你哪里拍麻将的时候，你哪吼，感觉你的气无盖好，你哪看什么人的气好，你的对象的手甲崩一下，过伊的气，阿那伊不会让咱崩啊，你看哪要甲我崩手。我拢不要跟我握手。洗牌时阵，你就要去讲着。没有没有，你即摆来看到伊安尼杀貔貅出来，你紧甲捏。貔貅貔貅，你无生目睭。貔貅貔貅，你无目睭。你若甲我讲，你讲无好。
因为你连名字都念错，它是貔貅，你竟然说貔貅，不是皮皮卡丘，皮卡丘，哎，皮卡丘，但是白丽啦，但是你提貔貅，你敢提皮卡丘？但是阿姐，我要来讲一届，我拍麻将，我跟你讲，不是干那貔貅尔，貔貅大家拢知，我嘛我嘛有貔貅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那吼蟾蜍嘛，蟾蜍我跟你讲，这只我跟你讲，好，我随便讲的，真的，哎，我随便讲的，一届啊，我跟一挂好朋友啊，哎，这只是几个呢？几个几个几个？这叫什么玉石？哎，这就是黄玉啊，黄玉，黄玉，黄玉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敢当一个假一个钱币嘛？你敢当一个钱币？但是我跟你讲，我那要出门的时阵哦，我拢会偏加机密。哦，这个其实是这个才重要。是机密更好哦，向前想着。好了，给你钱，你把钱开始啊，就是就是你来带我登来问道。彩华，你在向前想。我来讲，我来讲。啊，你看，露露没出门。好笨法，好笨，对对，好笨法。啊，我哎，我这几千块这样对准哦，对个准。无啊，但是露露的啊。露露的安尼无够，露露了后，来咱食个露露，他们就知影要来吃，他们都夹夹要去倒。帮我这，伊会夹转来，伊会夹转来，要出去吼，你就安尼夹入来，迄落啊，迄落蟾蜍啊，蟾蜍来，夹钱夹转来，夹钱夹转来，安尼吼，我来讲你安尼。出去了回来，我来讲，满载而归。这人大家要收钱，想要见笑。哎呦，阿姐啊，安尼用，这个足成哦，这个吼足成了。那森林哦，比如你来做苦段，讲要去跳钢珠赛，还是？稍等嘞，稍等嘞，安尼，救起来，这个做出力啦，出力，浮沉啦，浮沉的出力啊，哎，那出力的用法是安尼，安尼，啊，就讲安尼。哎呦呦呦，高速高速，哎，安尼，哎，安尼才对啦，啊，不是安那安那长。啊，嘛有一种啊，那个叫做马鞭，是，这有像马鞭，马鞭，马鞭，我爱吃虫条的。带马来，来了，叉，我那有钱，这有钱，来了，来，啊，你的马桶，我来，我来砍马，叉，马桶来砍马，啊，有钱啊啦，有钱，我啦，啊，这个是咩东啊？这个是招财仙，别别，你给他当做啥？那门弄虎啊，你这样，你来来来，乔姐来，乔姐，来来，乔姐，朱姐来一下。我跟你讲，伊只七只唔是跑马，伊只七只根本就是咧招下马。什么叫招下马？我真的就不懂，什么叫招下马？我这是招财神。你嘛唔知啊？什么招财神？你阿姨在我咧讲啊。哎，咱讲招下马啊，做西公的下暗时啊，都爱招下马。去食，你看来啊，来啊，下马做鬼啦！哎，一招下马有两种，一种咧做石嘛，爱招下马，你知无？所以你无去做。身高真无彩，差不多，就去你后街道啦。我即马是高阔的高啦，我今天做啥子？是招财剑呐。所以，就当下呢，我那几乎只要每天呐，只要有空一出门的话，你也当给我念一些那个财宝天王咒啊，嗯，咱把它再来再收好，或者嗯，白象马奶奶也收好，弄个用嘞。你奶龙仔，你买街道，你买街道去做身高，你买是嗯，白象马奶奶收好。你当然无讲对啦，白象马奶奶收好。彩华，你好，白象马奶奶。啊！你有看到？人伊才知啦，人伊才真正知啦。这有五个，这叫做五方财，中东南西北中。啊，你爱徛在门口。对啊。啊，谁？来来，你来遮，你来遮，你来遮。你安怎讲？你做一摆，我看。哎，打开了。阮哦，所有观众朋友拢足巧，目头巧，看就知。所以你免。伊这有一个白金。对。吼，啊，这是要。这个其实就是命中的哈达嘛，对对对对，这就哈达嘛。啊，这伊这有加持过，这个哈达就是本身伊就是有磁场的，就是师傅给你加持迄个磁场，迄个福气啦。所以你讲，人你身高提这哈达吼，就较正常。伊拄啊提哈达看，去像阿达。尤其你啊，雄雄踮恁家门口，每一只对安尼休，人唔知叫是讲，哎呦，王彩华有什么刺激呀？笑笑阿达。嘿呀，这里叫我来给你关心。没，这就是吼，在门口的时阵吼，啊，你爱双手吼，家己恭请，然后吼，下咧下头顶，吼，请天灾，吼，啊，五方东南西北中，吼，啊，就请，请，这地主某咪人啊，邀请将财神，五方好朋友，五方将财神，吼，啊，到门来上财，吼，啊，拜。
好，阮财运滚滚一直来。对，啊，着哪念？哪念了后，你着爱打去门口，啊西，吼西门口啊，顺时针爱顺嘛，你着爱招顺来，吼啊西西了，啊只人爱挖你个，带你你个。爱滴个，爱穿滴个，生好囡仔穿滴呗。啊，穿滴是不是爱插咱的不公厅顶头？财运，对，财运啊，财运。不公厅，不公厅嘛，袂使乱插，因为咱因为因为，你为什么？刚才讲迄伊的所在，你那人家拢叫来阮房间要甲我住。一般来讲是袂使插伫个不公厅，为什么？因为是伊是招财的。是开运的，啊，咱倒是家庭是保平安的。像比如子也拄只有在讲迄财位，对，他今天想要中乐透，哦，他想要压一、八、十三、十五、十六这样，他就要跟外太空讲话，秘密就是教你这个方法而已。对，结果他这对夫妻就是太太啊，他就用这种方法就中。可是冰姐刚刚讲到这是偏财，偏财哦，还有那个运。你要拍囡仔，弄我跟你讲，转轮的那一个转金棒，你刚才这支是真正得来不易啊！这是一个那个詹维忠老师啊，我知道，那台式做那个就给的。哎呦，因为我要国军叶老师也青海，一吼特别吼去寻到这个宝，这是青海的，他这个转金棒上面他为什么要送给你？因为呢，他希望我可以呢越来越好，而且财路一路冲天。他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没有送给我？以我对詹维忠的了解，这个转金棒这么好用，他不会给。因为他有三只，他一只给我，这可能是我跟他的磁场。那还有两只，他另外一只给谁？张维忠，赶快他来。我要讲的这个是上面刻的是那个财宝天王咒，就是 Om Bai Sha Ma Na Ye Soha。对，然后呢，你放在你的财位的时候呢，你就一柱擎天，让你的财路呢一路冲天。好，你要放财位，我的财位在这里，我的财位在来，财位又有一些禁忌，因为我的嘴巴就是我的财位。休假，请你干干哦，这个财位也不能乱放哦。你看，第一不能受压哦，财位在衡量底下，就是说有哈利啦，哎，这个未使放在财位所在哦，没有尴尬。啊，过来就是讲哦，卖饼干，卖尖角，卖饼干，卖尖角。啊，这啥？啊，就是讲哦，啊边啊卖又安尼如苍苍安尼无清香，无清香。哎，啊财位哦，爱光爱光，爱光光啊！你凊彩甲囥个暗暗的所在也不对。财位大家卖囥个房间的，人讲光厅暗房，对对对，厅爱光。还有财位。袂使嘛，袂使想空挂。嘛袂用个囥个落地窗头前，囥个门口。伊都搁锁出去啊！都锁出去啊！财位。嘛袂用个囥一寡食的物件啦，或者讲你有啊想的啦，血压器啦，吼，什么吼，这袂使，这袂使，这袂使。彩绘嘛袂当便所边啊，囥个便所边啊，啊你边啊囥一寡粪扫，搁较袂使。啊嘛袂使走道，走道，啊袂使囥个走道。你摘新芽吼，家底啊走道看，真正行行去，袂稳定。彩绘。袂使囥咧泡茶啊！嘛是囥咧泡，尤其迄台茶车哦，你规工干呐一直咧甲滚啊，咧甲伊个烧，烫着，烧了了啦，吼。哦，也不能有电波干扰啊，电风啦、电视呀啦。啊，我要借问者吼，即马大家，我拄啊大家讲，哎呦啊，你正财都遐好啊，啊偏财搁咧求。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人一个希望，啊若无着，就是做公益，关乎政府的意思吼。我拄啊咧讲进前呐。大家咱即摆若，你若有开始有两亿个、有三亿个，大家才要开始买对无？啊，再累积累积，之前有一个人独得九亿个，听讲迄个人吼，讲看一本书叫做《秘密》，《秘密》这本书是外国人写的东西吧？对对对。啊，外国人怎么会让我们得台湾的乐透呢？为什么？其实我们现在就讲到偏财，其实刚刚听到我们彩华还有美珠姐，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，彩华讲的呢是观众朋友是可以信的。不管他是那个什么求财棒、求财剑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去年赚了800万嘛，是属实嘛，对不？我们谁来了？但是大家要知道，哎，安哪安呢？一支赚800万，爱再加廿几支啊？对吧？但是大家要知道，那叫正财嘛。那我们的彩华呢？你看正财800万，他如果赚10年也不过8000万。哦。偏财，美玲姐讲，一盖就是高亿。高亿呢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哦，我那形容丢高亿。
我拢不爱做啊。那这句讲的，我感觉一定袂。唔通不爱做。哎，不爱做，你就就像你啊，你若不爱做，啊，你话王刚要安怎？但是人迄个钓钩伊关得严的，人伊关得严的。大家对啊，大家好奇。哦，所以迄个人那个为了伊关那尼侪钱，那个拍破啊，啊，伊会钓钩干侪，伊会钓钩干侪。说哎，到底他读那本秘密，那个秘密，他做了什么秘密嘛？对不对？其实很简单哦，这个秘密这本书外国人写的，他是告诉我们说，相信什么呢？相信自己最重要，相信自己想的。所以你要把你想要做的事，比方说哦，他今天想要中乐透，哦，他想要压一八十三十五十六奖，他就要跟外太空讲话。哎、欸、啊，外太空在哪里？欸、我不知道。外太空在你的心里。哦，在心里。你心里想。我那边求多一尊神。哎、欸，我说我要一。人讲的，心中有佛，就是自己就是佛。哎、欸、啊，心中有外太空就有外太空嘛。嗯、我要一八十三十六十，一定会中一八十。可是你在想的时候，你不能心里这样子念，可是心里却又想说：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不要怀疑自己。你要真的想是真的，你就这样每天这样做，把话传到外太空去。秘密就是教你这个方法而已。对，结果他这一对夫妻就是太太啊，他就用这样的方法就中了。可是冰冰姐刚刚讲到，这是偏财，偏财哦，还有那个运进得来，有时候出的也可能很快就出去。因为听讲自较早吼有中了足大奖的吼，起码讲拢开了了，对，啊所以爱注意。冰冰姐不是讲吗？一零零后面都是空，后来没有，只有你这个自己放前面。因为比如讲，伊本来咧做陶醉的吼。本来人伊啊一个月开三万块，赚三万就开三万多好，雄雄有九亿，啊当然袂使讲这个人雄有三亿好了，有三亿的时阵吼，哇，别人咧摕 Hermes， 要嘛来甲买几卡，别人咧跋筊吼，五万块要甲你跋落去，啊，唔捌做生意根本拢袂晓嘛，我做陶醉的，我捌啊，我就会使起厝啊，嘿，做陶醉甲起厝甲卖厝佫无共款。起起也无人买，啊，哎，一棍啊钱开了了，我就追啊。所以他们这对夫妻也知道这个道理，一在前面，零后面是空嘛，所以他中了之后马上捐，就捐了很多出去，不止两亿，他还捐了好多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方法两亿是其中一部分呐，我也跟关不了这。对啊，那后来我就跟林老师刚才录之前就在讨论嘛，说那我也在想啊，我相信很多人买乐透的时候都在想啊。但是你常常会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啊，我会中也没有，我也没有，没有，我很相信哦。但林老师回得很好。他说：“你有想，但没有传到外太空啊，你被人家挡住了，好像冻掉啊。那要传，那么多爱去讲，要喊出来。哎、欸，这个林老师该没说，为什么他就传得出去？我讲的陀螺尼就是，你爱拍到遐，啊，要安怎拍？啊，你拍到遐是，你就要回到，就是讲第一慈悲嘛。哦，那个人一定有慈悲。然后要先回到最单纯的想法、欸。你想要好，我慈悲，慈悲就是，你算讲宇宙这公，这算讲做十方财嘛，十方的财嘛。你有想要做功德，安尼你慈悲心有开，迄发射较远啦。啊，你若慈悲心无开的时候，干那要梳理的时候，迄发射较短，袂到遐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就是讲，伊拄啊总总无你讲的，就讲你逐工念，你的念头到遐，但是你同尾也是讲要入去迄个空门的位，有灵验的位，就是爱慈跟悲。啊，所以观世音菩萨讲，你若定下念这吼，会解运。所以解运就是讲，因为你心想事才能成啦。你无慈悲心哦。偶然用一点功德，讲我有慧力，但是歹运的时阵像有慧力，歹运的时阵就迄当无慧力。所以袂使讲有想要三再来求啦，你要求进前，你爱先有做，吼、爱布施，你先做真济啊，啊人会等你求的时阵，人个顶头看到啦，这个有做甲遐好，我予你啊。啊，都有个人咧哪求咯，哪甲神讲，哎呦，我都足可惜的嘛，像白冰冰嘛，哎呦。用心啦！我这个有好心，我搁足好心的啦。足侪人，安内我拢袂压叫。啊，这慈悲是伊是要压人的钱，哪有可能？像我朋友买大家乐，逐支买拢用迄个号码买到尾，伊就讲求讲，哎呦，托你讲啊，啊，我著逐支咧买哦，啊，总无两百块啊，拢无着。啊，人哦，别人哦，安尼买一支也着着，啊，搁加一句。安尼我是，你看，甲托你讲，只叫英文嘛，不要你丢。哎，伊咧把讲嘛，哎，你口头嘛，所以不能口头禅是不能乱讲。哎，甲托你讲讲，哎呦，迄什么人买哦，啊，拢会丢啦，啊，跋筊过去，啊，我逐支买，逐支无丢，啊，这是要安怎？这就哎呦，我就，我再干一个，全英文拢变过。
求我吼欢喜就好，啊快乐就无输无赢，安尼，安尼都无啦，嘛袂使你讲。我即马刚才阿婆啊讲到一个地方是对的，就是说相信你自己有时候很重要。是，足够在时代吼，诸葛亮吼，伊唔是一开始都爱走路呢，伊捌钓足济呢，伊真正捌钓足济呢，哎钓足济吼，伊若拢信家己就好啊。那个时候有足济徒弟啊。啊，最后一阵啊，甲贺一航无好，贺一航为着要尊师重道，对先生哦尊敬一下哦，伊就去探听到真赞的号码安尼，真的真的，迄支哦不出牌不出牌袂使，吐掉吐掉，换者温出来温出来，第二天出，就是伊吐掉遐，知道？所以那个而且他签的金额很大，所以就很生气，所以哦那一阵子有一阵子就不来往，那谁都没有错啦，但是。哇，因为金额太大了，你叫我吐掉，甲无吐掉是差几千万安尼哦。人咧香港嘛，甲咱报，我讲哦，这支是小失败，你绝对甲签袂赞。他的消息去，他的消息去，就是不出的小失败。对啊，听消息的，你问的啦。然后子怡，你说困人的脸相或手相，也可以知道他的财运或中奖的几率吗？对，像我们人啊，你看那个彩华跟美珠姐哈，他们这个旁边呢，就是双，对对，比较丰润的人呢，啊，够会靠。会国巴蒂，哎，巴蒂的人，拢吼，因拢会国巴蒂，但是这拢是豪宅，拢是比较就是三十以后的财会比较旺。啊，因为这个，但是三十以前呢，要很辛苦。以前是看家嘛，啊，中年看家，老年看家嘛。但是天生宅爱看家。哦，天生宅。对，这巴蒂的人拢是好三十岁以后。啊，你表示遐有遐 model 有诶，跳钢丝好，才瘦才水诶。阿姐唔得无在，但是你看他瘦归瘦，可是他还是有肉哦。啊对哦，啊，然后我们的手啊，你看这有准，有准哦啊，他有个船帆呢。你姐在什么？我横机啊，你的手横机横机，左手有胖，正手较无胖。对，没错，哈，你家己本身呢，开你家己的较感慨，但是较袂老宅，但是你的宅较侪拢是翁那边的老。哦。我们的手啊，你看这有准，有准哦啊，他有个船帆呢，你看他这里有个船帆呢，这个是帆船嘛，对哦，真的船帆呢，有准的人吼，哎有财，但是有靠无靠，也搁唔知，所以你今日那有靠，你的手要侧面一点啊，侧面一点。你看这边有个船帆，啊，我船头是塞入来的，哦，那好啊，啊，那是塞出去的。就较会破财。有啊，我嘛拢有船呐。有啊，我嘛有船呐。那你较船？对啊。但你的船比我较大只，足侪。厉害哦，我较大只哟。啊，真的大只。你的船头较大只，你大只较大。哟。啊，我只只较细只啦。啊，你只只破大呢。我只只较细只。伊船无生船。有开口，就是阿袂巴底，阿袂巴底，这个纹路会变。两只白啊啦，哎，准嘛大只，你来都准啦。但是你也有啊，这片哦，这片较无遐扁，这边呢，但是你的很小，所以这是小条进来。你看中国的也有啊，小船呢，可是它下面这一条就是很细。无明啦，无明啦。对，但是这是小条小条来。真的，伊只只准歪歪，只准都准啦，真的，只只真得晒。然后有这个船的人呐，边讲边啊，即块，咱的财库那是有八丁，八丁，就是钱呐比较会守得住，可是如果比较薄的，就会比较守不住财。啊，人佫讲即个吼，手乌啊，只肥肥只肥肥手乌安尼落倒落。啊，你才有一个洞才放得掉啦，平平放得掉。啊，比方说，如果说，所以我不是，冰冰姐，那是讲啊，这船吼啊无完成的，啊是讲会老宅的人吼，嘛是足简单，有人拢在挂迄个玉环，有无？就是要扣住，把你的财库扣住，守住。对，人讲手吼，手细人较。手手旁较细，手旁较贵，就老宅。啊，那手旁哦，尤其这个甲这个哦，这个甲这个中，咱唔是搁一旁叠对无？一旁叠哦。没有，你这样可。啊，爱搁创个啊挖来。看不到，看不到洞。真的完全。阿姐啊，你个天不拉手，有够捌的呢。
我就完全真的，就像个碗，像个你看，像像个碗，有没有？对呀，我们这样真的像个碗呢。不一定啦，我像个鸡爪也很密啊。可是我偏偏是肉茶呀。手吼夹起来吼，安尼看拢无胖，你看总部有胖。有啊，胖啊，有胖啊，我内嘛无胖啊，我内嘛无胖啊，我嘛无胖，我看，我看，手较肥的人当然无胖，我这么肥，像鸡爪，可是我偏偏肉才。啊你，无啦，啊你这较平啊，你较肥，这个你看，肥啦，你看，那个你看安尼，较拉倒了。彩华嘛有胖啊，我有胖啊，我这嘛是有胖，啊胖，你有胖，哎干妈，伊这官大的，一箱几啊万，我跟你讲，你也到手，怕对折。怕对折嘞，这箱是你的 YSL 不是彩华啊？对折是多少钱？今晚对折多少？一万两千五。对折一万两千五。哇，这两千涨迷嘞！我今岁我穿十年都 OK。哪里？现在正在打对折哦。那个打对折，今晚没来。今晚我帮你，阿姐我帮你，干嘛呀？我外两天啊，打对折，我这。冰冰姐，咱是打对折还是横击啊？你的手横击，横击，左手有胖，正手较无胖。对，没错，哈。你家己本身呢，开你家己的较感慨，但是较袂老宅，但是你的宅较侪拢是翁迄边咧老。哦，翁是看正手吗？翁看正手吗？左手啦。哦，倒手哦，一边较老啊，一边较老。翁无老啊，所以哦，所以我觉得说你比较会花在老公身上。而且有一个方法，你看哈，伊会老吼，伊用一个手指才甲动。对，翁家。而且这胖哦，啊，创较慢。啊，这翁背，这翁背啊。无啊，你这手爱家己买，家己搁会买一挂来。搁甲挂咧。啊，但是这边哦挂酸那一边哦，马仔使去买啊，挂白白。无啦，唔是啦，唔是啦，两边都戴。总是这样，两边都戴。那个转箱在里面。一空的了，一空的了。转箱他买两边，他为了补那个胖，结果他花更多钱。对啊，但是我咱的，刚才咱厝那破去，当然爱去补一个，啊都没有补啊。所以你那一次花的钱，补你永远一劳永逸。哎呀，嗯，然后一点林正英老师哈，用如果像手啊，我们觉得运气还不够强哈，对，那听说每天按摩也可以增加他的财运吗？也可以，真的。一般咱第一类妈妈的身躯，咱按哪来？大宅，大宅，对，啊，宅嘛，大宅对吼。啊，手点大宅才按哦。咱大宅是算有干细胞。就是你的如来，对啊，啊，所以你就要藏这些物件嘛，啊，所以咱人活着了后，拢用开始用头脑嘛，用头脑是就算一挂能量算乱去啊，但是那你躲在这能量是先天的，伊就无思无想，也当拍到拄啊咱讲的总部讲外太空，我用用两只手拢甲藏在遮，哎，安尼哦，伊古早的人吼。囡仔惊寒，无啥人甲穿吼。啊，穿高棉花喔。啊不，哎，啊个老大人拢围兜围兜围兜。都围着，嘿，迄正确的，就是讲，因为即个只若着凉，你顶悬吼无顶悬捂着，即空若无捂吼，也无啥效啦。因为气会走去。啊，所以伊道家内底吼讲，你爱定啊启动你的这个道宅，这个。算讲是太原的位，你那个胖有叮当，顺时钟胖叮当吼。顺时钟按摩的，顺时钟按摩买晒，但是冥想买晒。顺时钟，阿仔阿伯家里按家来。顺时钟胖叮当吼是吃亏。啊，你那干嘛这衰？亏要干逆时钟啊，逆时钟来放掉。我唔当，我来顺时钟。我你啊，亏歹的时阵要先把歹亏放掉。来亏放啊。所以，啊，当然吸好气，你嘛。啊，我若去白素先放一下。咱就袂歹，就唔通去放啊。啊，你若无方便的时候，那像我是拢高，你肚内高一粒有贵的物件。石头啊，石头。这是天然吼，这石啊瞬间形成。对。啊，伊比水晶的硬度较悬。哦。啊，伊这款的吼，就是拄好符合咱十二宫。你甲高跟的就。高一多仔，哎，点高高，哎呦，啦，你多仔，多仔我看没啦，十 m 高哎。我们以前在采访新闻的时候，很多老师哦，他走到人家家里面，他第一个跑去来看厕所，你知道吗？厕所的位置对不对？因为他说人会脱光衣服在里头放松的地方，还有要排泄的地方，就在厕所。他说厕所很重要，而厕所呢，他每次去看，他发现现代人很重视装潢哦，弄得什么。冷色调的白的啦，什么
或者都是玻璃镜子，啊，不应该呢，要用红的吗？结果我就问他，就是漏晒。我就问他，我说那应该要哪一种好？绿的，绝对想不到。没不知道。他讲的就跟你家厕所一模一样。哎呦，你怎么？他说最好的那种浴缸跟那种地砖哈，就是要那种一粒一粒的那种彩色的。哎呦，大晒干了，你也要空掉。他讲，我就问他说为什么？他说那一种色彩所带的能量哦强。他说乍看之下你会觉得说啊，夸哇眼花缭乱。他说其实那一种的厕所是最好的，给自己很强烈的那种。那我那时候心里就在生存感，心里就在想说，那我今晚那我让北寿弄阿呢，结果哇哇哇，结果没想到隔几天看看新闻一看，哈，金姐家厕所就是这样子。我家厕所颜色都多多就两色，都多安尼就三色，都啊。啊，安尼我有下冰火五重天呐，啊，就是你后边这片壁就对啦，对对对，就是啊，但是拢细片的细片用起来，规间变成敢若马赛克了，彩色的，哇，伊是彩色的，你伫边受洗身躯啊，啊放流放晒有无？那你那时候气就很都虚掉了嘛，这时候这个颜色刚好补充，可是冰冰姐的房间你就不可能会弄得这样，没有没有，就我的房间就比较梦幻的，安定就很安定的颜色。那风水师他讲说。房间就不适合，你会看了你会啼笑，你会太亢奋。但厕所，因为你一进去就弄弄就哦，所以你就要看这个，然后补充。我知恁这大师哦，给他给我炸金的包我的物件，到底有啥物好物件要给我报一下？貔貅都要看过啊。好，这个是宝瓶啊，宝瓶就是刚刚那个林老师也有讲到，我们的意念很重要。那像我们每天早上都要抱着这个宝瓶，然后持那个财神咒，跟财神的磁场近一点，或者是到庙里面去供那个财神米跟水，然后供完之后拿回来吃，就要吃财神的米水啊。咱就是要让人做客，囝爱食客老爸母的米水啦。所以今麦恁附近有啥物财神爷的庙，咱就托米水来食。对哦。然后像我们这个宝瓶啊，就是持那个财宝天王的咒，像你也有在持嘛，对不对？持咒之后呢，把那个气场哦，要就是安安静静，然后吸，把它吸进来。啊，那咱两个都。那个气场哦，要就是安安静静，然后吸，把它吸进来，这样你身上才会充满财气。对，那像我自己呀，有这个黄金水，嗯，黄金它本身的磁场就很强，在五行里面的。那有的时候啊，我们磁场比较弱的时候，像这种黄金水，你手买个对，哎，对对，嗯，好，按照款金马水哈，戴在自己身上哈。比方说，比较不会遇到那种肮脏啦，对，就是破财的东西，它比较会挡得过。我劝你，你若要开肮脏，你报白冰冰，伊开一张，甲你发开一张，互你做纪念，甲你加开一张。开箱店了，对啦。我拢甲阮大兄讲吼。哎、欸，你若啉酒哦，若有开车去用抓到吼，啊，你唔好报我，因为我甲你无熟识。哈哈哈！对啊，即摆若无报我无代志，报我牵较大。对对对，而且吼，你唔是阮哥哥嘛，哦、你是白云莹哥哥。林老师，你有带什么物件？我给你介绍，这是我给你用的吼，这是一个《波罗蜜多心经》。嘿，啊，这是檀木咒。我是奉劝各位吼，就讲你要心想事成吼，爱给你的，算讲你有一支枪无效，你爱有枪支。哎，枪支派到位啊，才无空枪枪无效啊。波罗蜜心经讲，你爱去到彼岸，你爱定定会晓拍到迄位。哦。嘿，啊，所以这部经典若读了解了后。哦，想办法头了解，用这个秘密武器嘛，吼，哎，那了后再来祈祷，再来发愿，哎，你莫一开始有经典就是予咱一支枪，啊，就开始当你融会贯通的时候，常常祈祷，那个祈祷就是咱的枪支，你定来靠枪才准呐，哦，哎，哦，啊，过来，哎，定来七枪，所以你若看到古代人是用香炉啊火来吓，无，伊吓炭了后，佫有另外放只炭插烛西吼。
放一红茶，放一红茶门口的。哦。哎，迄就是叫做黑将军。哦。这款来叫做暗宅啦。哦，是是。哎，暗宅。看无人知啦。哎。暗宅，人买嘛，人看袂到的财，你赚会到啦。哦哦，哎，就免讲，免跟人小争啦。是是是是是，哎，这我家己用的哦，这是国家一个算唯一的中国有两张发财符啦。嗯嗯，这款符啊吼，哦，啊会刻在这黄石的顶冠。嗯嗯嗯，啊你若要祈祷，要发声，要数九头啦。嘿。嗯，什么叫做数九头？就是讲人有未来啦吼，所以你说九头比人厉害的意思，对 对，那九三呀，千年一年，然后你怎么使用它？但九头看搞嘛，有人来运用它，所以你怎么运用？你譬如讲，这个我设定是要发财，嗯，那我就供奉，就刚刚就供财神，嗯，啊，我祈祷，咱都要讲，你要先把家己的能量补充，嗯，已经足饱，口足饱的，嗯，这两阵再来运气。就讲你要命袂当改啊，但是运甲亏会当，从命好不如运好，运好不如亏好。亏你若看到这，你念头发邪，啊，伊就变作稳定器啦。好，过来，过来。嗯，所以这个都是意念的使用哈。比如说古代的皇帝，这内底有一个，内底有一个坑是螺旋的哇。哦。有一个螺旋了。过去的人吼，提这吼，算两个手。放在家吼，啊，你内底气就像基因安尼，伊就会帮螺旋，所以螺旋叫做全家，磁场就对了。甲你内底调整吼，爱提个基因，爱提个阿娇啊，顶头。一个字捧在胸上，这个叫什么？我们看不懂，以为是笔筒。玉虫，玉虫，玉虫，有，听说，这下面这顶管放着记载，听啦。天坑的这个路，只是他拿是应该拿怎么拿法？这样拿肚子这边嘛。过去的巫吼，巫这个字就是提这，就比如讲中伯加巫皮吼，啊一只手男家，阿官男家。巫婆就巫，我咱两个气也通啦。巫术啦，哎，背起来，背起来，说你啊。哦，了解。等一下，真正吗？真正来你老师你来教你来教，我先看我跟你通没？我一个这样，啊这两件，哎，啊那咱两个。你用谁谁讲就等在讲啊嘛吼，然后就觉得哎呦，这老师怎么对我这么好？老师啊，老公，老师跟老公差钱差足济，差足济，还有佛头这嘛是，赶快有人进香，有人放个弥勒佛哇吼，就是讲，伊这笑口常开嘛，啊，所以咧提醒家己，你若要运气好。哎，欢喜啊！对，欢喜心。啊，观音眉有好不？哈？观音眉头。观音眉头买晒啦，都讲你爱，你爱猪鼻啦，你爱，你爱能量在叫。我做猪鼻嘞，我是会讲干胶尔啦。头啊，头尾也都会买着啦。那个以前文英阿姨定在讲，讲伊那嘴盖盖，伊就是观世音菩萨。真是。我老龟也好，你两下不怪事啦。对啦。啊，就是啊，不过每个人个性不同，不过今仔日要甲大家讲哦。有时啊，每一个人得到的学问甲知识拢无同，像即摆上称的，即摆都要出来即个诸葛亮啊，吼，人我较早是安怎走路呢？因为拢砍头砍面，即个诸葛亮头哦，砍头砍面吼，火神地灵面，砍搁较济啊，全因为这个是运动嘛，运动吼拢无法光，啊拢叫用砍掉的，所以尾啊伊即摆摇头安尼吼，该拔起来，哎，运动就发光啊，是哦，哎，运动发光，哎，就自然有。桂林呐，记者去甲翕相，迄个记者是个桂林呢，那无甲翕到伊袂出来啊，啊甲翕到，哎，未来的人生又搁有路用啊，袂总安尼甲老教死，你甲想看卖？我嘛要来学起来。运动，啊嘿。我定讲甲咱运动量啊嘞，运动很重要。然后呢，伊不也伊喙齿搁有去做了啊，佮再喙齿吼，食槟榔，乌乌一齿啊一齿吼。哦，这叫做门面嘛，门面哦吼，啊，而且个一旁一旁闹宅，安尼人讲哦，人个翻袂起是用啥？
地哥咱爱翻袂去是用香啊。啊，你即马做好啊，人咧做种水啊，我即马做就水啊，愈来愈做就水，啊，搁安尼起来，啊，所以哎。有个财运过来坐，是啊，所以其实每个人吼，就刚刚秘书阿姐咧讲哦，伊都要讲吼，诶，压刚必足，行不如邪哦，都唔通讲万万叹讲哦，万叹人家好，哦，我明明卡比较济，是安怎伊惊比我较紧？迄邪，迄邪咧流唰咧去，啊压刚我白嘛咧，所以有时候，比如说吼，王彩华。好，哎，即摆哪会遮红？啊，明明我比伊较水，我比伊较少年，我哪会无比伊较红？好，我足找伊的，安尼咱就无。伊前头遮红，我就来因家，较少我逐工去。王彩华，你哪会遐红？你甲我教，你甲我帮忙，哎、欸，人伊就会甲咱帮忙哦。所以其实可以，人家说不耻下问呐、啊，咱家己先身段哦摆较低，我相信。佛祖也会眷顾我们，财神爷也会眷顾我们，谢谢大家。Yeah!